除的图腾无非就是一插出生点，二就插在那个终点，应该只有这两个地方了。所以先来出生点看一下，猜到了。哇哦！好，兄弟们，我是导航，我是导航，有点来错了，干死我。导航是U2吧，我去中岛了。谁去中岛？你的爱在那西元前。有种，我是导航，有种就来下我管的。不是医生，你去1.5吧，我去中岛。工程计划呀。三块。胡子走的右边，左边。我感到很疲倦，离家乡还是很远。你给我唱首周杰伦的《齐大哥》呗。你俩不会双狼吧？我看。你给我唱首周杰伦的《齐大哥》呗，我让大帅不杀你。啊。左一栋里面起火了，在烧煤，你拿十块肉就回家吧。你是鬼了，就是。脑袋U2，我知道啊，你不用管我，你去左二，你不用管我，你去左二。看见了。左二吗？U2，你去U2，我去左二，我看到他在左二，他往左二走的。讲这游戏队友的话别信，队友他妈纯鸡巴乐子人，我靠，都在骗人的，你信了你就是了。这不是肯定不是狼啊，但他说的话就是假的。打出灵界来了，灵消是灵界来的。嗯，你去右二看看吧，我去左一边，我找，没地方去了。
还有一个狼是谁啊？我怎么知道？不知道了。我亲眼看到工程往左二走的。医生说他看到工程是看到狼是右二的。你在这儿干嘛？我工程杀了呀。OK， 没问题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工程被我打零件打到这儿了。给林根针，你上山去呗，要镐子，针镐子上山。我这边还有两个铁，就里面还有两个剑，你来工作台，你看工作台有没有你要的，真拿了吧？啊，拿了，我走了，上山去了。拜拜拜拜，不好意思，我怎么以为你是狼呢？传到哪儿？说一下。苏子南小哥哥购买了一个月舰长。苏子南小哥哥的舰长。传到哪儿？我这边两块没。不太好上，等雾散了吧，太冷了。厨子回来了吗？厨子有回来吗？厨子也没回来啊。什么？厨子也没回来啊。那厨子是狼，厨子拿了好多骨头啊。那就是厨子跟工程狼，那也不是小狗。对，工程被猎人打回。哎，厨王那个是猎人，是真的假的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我这边九块铁，我这边我空了九块铁，你们。我这边九块铁，六个木板，再过那个厨王门工作台，你们要做东要做东西，赶快做。啊、哦。嗯。做饭吧，做饭吧，猎人，我这五骨头。我开船了，我开船了。我不敢，我不好去承认你。来，我给你加煤，我这还有船款。你来开船，我去拆图腾去，你来开个船呗。啊，那我来开吧，我来开，我来开。我把东西。我快饿死了，干脆不吃了，直接他妈去承认你。厨子当时，我跟你讲，当时有个细节，就是当时我去找那个工程的时候，那鬼是工程放的，不是厨子放的，一起鬼，明显工程放的，那说明狼的图腾挺多的，他又有鬼又有灵界，狼的图腾挺多的。那工程不那个厨子图腾无非就是一插出生点，二就插在那个终点，应该只有这两个地方了。所以先来出生点看一下，猜到了。哇哦！解压解压，有点解压的。这条命就不要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再去走一点，走一洞里面，空洞里面，应该是我吃鬼了。报复性叫鬼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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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救我救我，九个图腾全拆了，然后快救我快救我，啊、我把、okay. 我把厨子图腾全拆了，我都气死了，叫鬼咬我。来了厨子除了你拆了，把九个图腾全被老子拆了。要什么吃啊？老人没图腾了，一根图腾都没有了。OK OK， 啊，先拉船。我来修，我空了挺多铁的，随便修。啊，很多铁。猎人，你可以上山了。狼人没图腾没鬼，你不有镐子吗？你会打吗？就用夹子打，还或者长杆油都可以。
跳吗？要不？我就最后一条命了。没夹子。没夹子吗？有漏吗？要二。没夹上不了，那算了，这张玩吧。没夹上不了，我把丢到那个，我帮你放到那个医生包里面。啊，来做饭呗，我这还无水呢，你们过来快给我做饭呗，我饿死了。没夹子上不了的。就这场打吧，这把狼已经记了。左一点，我的铁拿了。哎，我队友呢？我的也是蓝宝石。我这边三块没，我这边三块。嗯，用不了这么多。我一做国饭上山了。枪手要针吗？要。让医生做。工作台了，你拿吧。让医生做吧。啊，行。家里没饭、啊。一根针，然后我。没饭、哦，我来做、那个，我来做骨头汤了，兄弟们。OK， 我这边放了钉，肉够吗？不够，我再去打一点。肉够吗？够。对的，十个骨头。打狼。开枪了！打狼！啊，要打狼，打狼！嗯、啊，谁吃鬼了？刀子吧，家里铁贼多，啊、我枪手在家，枪手在家。往右边打，往左边打。是不是你人上面吃鬼了？看到吗？我上去看一眼。好饿呀，饿坏了，昨天八块肉吃不下。导管被我放哪儿了？我忘了，我是不拿导管的。谁死了？谁死了？也死，你在哪死？山下跳下来了。我去看你包。没事，家里东西贼多，家里铁贼多，去抽点剑吧。你跳下来，我去捡。来来，我保护你，去捡你包。抽点甲准备上山吧。不管血了，有饭吗？家里饭应该就快煮好了。快饿死了！你看好了没？不做了。我那熊在山旁边，没打。你跳哪儿了？东西没背景，拿走，拿来直接走。去山上。家里铁贼多，随便抽点剑去，爽人就好。肯定补图腾的呀，那狼不可能不补图腾啊。狼人补图腾，那就没法控铁，这是一个，就是每个人的时间都是固定的。你做这件事你就做不了别的事，懂我意思吧？狼人肯定要补图腾啊。
你们上山吧，我守家，你们上山吧，你们都走，你们全部都走，全部都走，全部走，全部走，家里不要留人，全部走。家不要了吗？家不要，我一个人守就行了。我把铁拿走。嗯，守我守家，我守家，你们走就行。我这边四个，我这边四个。OK，OK，去吧。枪手手上就不用玩花的，你知道吗？就不需要什么里面三峡的，枪手手上直接打正面，四峡的四梯子一放，上来必须打梯子，打梯子就要被你打一枪，中单优势。枪手手下不要玩那些乱七八糟的，藏夹子什么的，到时候把自己夹了。来了，左边两个，不用管他拼命啊，就空枪回去关门装子弹。抱我！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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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。怪我，我应该先去查一下的。我们家铁不少啊。天天刷滚哥，今天的视频刷了吗？我在山上还在那寻思，我这枪手不能